你不是不给他钱，你明白不？我懂这个意思。你知道甜甜刚刚说什么吗？我带鱼罐头不给他开。你怎么说？再跟妈妈说一遍。他不想吃，不过那个我一起不再吃完了。带鱼有这么香吗？啊？哎呀！今天我们房子的外墙，包括内墙的一个墙面，全部都粉刷完了。又叫工人过来把面积一算，把账填写，咱们也准备去西安。前面是9.6，后面是8.8。你们跑出来干嘛？量尺寸啊。哦，里面也得量啊。嗯，要给人结钱啊。啊，对，家庭的时候。你现在是要给砍价的吗？你见过哪一次给砍价了？来，换算这个造型的，这样明天就可以算了。肯定就是算这个了，龙马我以为是你的。爸的有一点群英战吕布的意思啊。谁怎么得上杨树镇啊？干嘛呀？这抽奖我也要来。我们的卡怎么哪哪都有你啊？见过这么多叔叔吗？两个房成功熬走了两位。没想到两个房子这么麻烦。外墙比较简单，内墙量一层就一个小时。整个楼里面啊，就听他们的哇哇哇哇哇的吵。他这一块这个人，啊，不是啥怕的呀？我啥怕？啥屌呢？老板，你听我说，我是专门做装修，我知道。比如说施工道，他们做了就不管。不签，那不是不签字，又不是不给他钱，你明白不？我懂这个意思。门窗不扣，稍微有点拐角，他就按这样遮的，对不对？但门窗不扣，咱们就很不划算。他听你跟他吵得好大声。我为啥跟他吵呢？咱底下楼层不4.5嘛，他底下给我算4.9，他底下连地梁都给他抹，我地梁好多都埋地下，他给我抹，我才跟他吵。是钱给他。怎么着？你还想跟他们客户一样哈？还先开票把钱压在那儿？干的是辛苦活，他工地里面在结结清，能让他可以换下一个工地。奶奶还有个就担心我爸会跟他们打起来。不会，怎么会跟他打起来的？就是嗓门大而已嘛，就怕你一个人扛不住那么多人。哎呦，关键他算的不合理，要不那合理，那个咱就不欠他一分钱工费，对不对？是的。我看到我点。那等一下是内墙外墙抹完，全抹完3.8。还工费38,000，然后沙子5000多，那个水泥8000，大概5万2。5万多，就光我这5万。我们房子这件事的话，算是告一段落了。是。然后现在的话，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抽个空去把瓷砖一看。然后呢，我姑丈不是刚做完手术吗？过两天我们可能会去看看姑丈。咱本来是计划是5号6号咱们就过去，然后在武汉待上1-2天，然后这回你姑丈不是说要从武汉回来，咱就不去了，咱到时候就开到西安。姑丈他做的是一个大手术，然后现在回来老家住了。老家，你在农村比较适合。来吃个雪糕，刺客。你这是趁甜甜睡午觉赶紧吃是吧？平时都不敢吃。这账已经结完了，然后现在我们去把一楼绿水泥打扫一下。这马路上面都是一些泥土跟沙子，有点滑。还有这一摞砖块也都得给它挪开，马路得让出来。把马路给它清理干净。我在接水泥沙子清理。你看你这干起活来这桀骜不驯的样子，这工地与你的正式项链一点都不搭。那你们搬4块，我搬2块呗。反正都一样搬是吧？哦，你说我次数跑得多一点。马路洗干净了，顺便再把车上洗一下。咱这车都洗回来1个月了，这还洗了第二次。海带要不要放点辣？不要了吧，你要咱有点辣，别他就不敢吃。我不能吃辣。最近咱们得把冰冻好，两天时间内全部吃光光哈。哈哈哈哈哈。没吃了。看来晚上菜也够了。够了，这个呀。我教奶奶做这个海带，她现在学会了，经常吃了。我爸妈也很爱吃。简单的。不过一个星期要泡成2天了，因为要2天炒的。店上说也可以炒，也可以炖排骨。关键是我不会呀，排骨它是很味了。姐姐，你家做饭爷爷穿衣服，快点出来。哦。这什么啊？你不是好吃的要分享啊？好吃。那要不要分享啊？啊？要不要给爷爷尝一口啊？要。嗯，好香哦。爷爷好吃吗？好吃啊。那这个再让我吃一口啊！赶紧要跑掉了。哎，不要用纸了。你这样子。
你是不要变起那个叫我难道不懂事哎呦没事那你可以就改水了改水挖起来给他盘哈一身的凑出了六菜两汤你儿子今天说我胖，那个大饼看你以前多瘦，现在你看你多瘦。现在好吃不减肥，不好吃的我才说减肥呀。老师，你看，我刚看了。大宝。哇，这个天还红了。好漂亮。